纸的。不是你摸纸，你往地上摸，你摸我屁股干什么？不是我真不是变态，我真没想摸你屁股。我呸！不要再摸屁股了，我脏了我。哎呀，这也太尴尬了吧！算了，待会儿等他走了，我再把纸捡回来吧。这个世界太危险，安全起见，我还是等那个变态走了我再走吧。怎么没声了？是不是走了？我没听见啊！一点事都没有，该不会又在憋什么坏吧？不行，先看看。呀！你这个变态，你还是偷窥我！咻咻咻咻咻！短，陈翔六点半。